哦。嗯，咦，菲菲，为什么你有气球啊？哦，因为呀，公园里有一个小丑叔叔给我的，他很厉害哟，吹了好多好多的气球哦。哇，好好哦。那算来，粉红色这个送给你。真的吗？菲菲，你真的要送我一个吗？菲菲，你真的要送给善来一个吗？这样子你就会少一个气球了。既然善来这么喜欢，就送给他呀。反正我还有一个绿色的。哇，谢谢菲菲，谢谢你。哇，菲菲很懂得体贴别人哦，把多的气球送给善来。哎，小蘑菇姐姐，什么是体贴别人呢？哦，体贴别人的意思啊，就是你为别人做一些会让他开心的事情，就像是啊，菲菲啊，把气球拿一个送给你，这个就是体贴的行为哦。哦，嘿嘿，谢谢菲菲。啊，不客气啦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看，因为菲菲的体贴，所以善来变得很快乐。当你看到别人因为你的体贴而变得快乐的时候，你自己是不是也变得更快乐了呢？所以啊，别忘了要多多体贴别人，让自己跟别人都变得很快乐哦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《让爱传出去》。张开耳朵听一听，哪里来的好声音？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一起唱歌好开心。让爱传出去。这里哦，不在大树爷爷这里，也不在信箱那里，粉红色找到了，在窗户后面。哎呦，又被你找到了，真无聊。菲菲，我们来玩别的好不好？才一下又玩腻了。玩什么呢？啊，有了，我们来帮气球画脸好不好啊？好啊好啊。啊，
我想画一台飞船。那我要画什么呢？啊，我不知道要画什么啦。小蘑菇姐，小蘑菇姐姐呢？哎，对呀，怎么没有看到小蘑菇姐姐啊？哎，小蘑菇姐姐，你们在找我啊？哦，怎么啦？啊，小蘑菇姐姐，你的手怎么啦？受伤了吗？我的手因为被门夹到，所以就变成这样子啦。啊，被门夹到，那一定很痛哎。小蘑菇姐姐，你有没有关系呢？我已经擦过药了，只要不要碰到水，我想应该很快就会好了。对了，你们刚刚找我要做什么啊？我们要准备画气球，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画。小蘑菇姐姐，你可以帮我画吗？啊，好啊，那我帮你画。善来，小蘑菇姐姐的手现在不方便画画，要不要先来听一个鳄鱼和长颈鹿互相体贴的故事啊？好。鳄鱼和长颈鹿搬过来，搬过去。这是长颈鹿，它非常高大。这是鳄鱼，它非常矮小。它们最大的不同就是身高差了243公分。虽然如此，它们还是恋爱咯。长颈妹妹，我爱你。我也好爱你哦。为了生活在一起，长颈鹿搬进了鳄鱼的小房子。不过那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，长颈鹿走到哪里都会撞到头。好痛哦。来呼呼呼呼。不痛不痛。为了要体贴长颈鹿，鳄鱼决定要搬到长颈鹿的家。毕竟小鳄鱼住大房子，应该比长颈鹿住小房子舒服吧。但是住在那里也有很多的困难哦。首先，鳄鱼要如何在这样的桌子上吃东西呢？长颈妹妹，可能要你喂我吃。唉，其他的情况一样也不方便，像是门把太高了。哎呀，长颈妹妹，麻烦帮我开一下门哦。或者是楼梯太陡了。为了爱，我一定要爬上去。唯一没有问题的地方就是在床上，他们只有躺在床上时才能拥有相同的高度。他们可以注视着对方，给彼此一个最甜蜜的微笑。于是他们在床上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。他们挖了一个很大的坑洞，拿来了木板、树干还有玻璃。接着他们敲啊敲啊，砖啊砖啊，还有凿啊凿啊。最后他们将坑洞灌满了水。这是我们未来甜蜜的家。哇，好漂亮啊。现在鳄鱼和长颈鹿住在新房子里。在水中，他们拥有相同的高度，可以一直注视着对方，给彼此一个最甜蜜的微笑。所有的问题都被洗得一干二净了。长颈妹妹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矮矮的鳄鱼和长长的长颈鹿生活在一起，好好玩呢。可是鳄鱼家很矮，长颈鹿都会撞到头。睡觉的时候也不能把手和脚张开耶。鳄鱼住在长颈鹿家也很不方便呢。
长颈鹿家的椅子都太高了，鳄鱼根本就爬不上去。马桶也太大了，鳄鱼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耶。可是他们最后还是很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呀。那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住在一起吗？因为他们体贴对方，所以才可以克服很多困难呢。就像是他们最后一起盖了一座游泳池一样啊。盖游泳池就是体贴对方吗？对呀，他们都不想让对方那么辛苦，才会一起盖一个特别的房子，这样长颈鹿就不用弯腰驼背，鳄鱼也不怕掉到马桶里喽。如果大家都可以互相体贴对方的话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哦。菲菲、善来，你们有做什么体贴别人的事吗？我有，我妈妈累的时候我会帮忙捶背。我爸爸下班的时候我会帮他拿拖鞋。很棒哦。那现在小蘑菇姐姐手受伤了，你们是不是也应该体贴一下呢？小蘑菇姐姐，你不用帮我画气球了，我会自己画。真的吗？菲菲，我们一起来画气球吧。好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随时随地的替别人着想，体贴别人呢？我们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学习体贴别人，让爱散播给更多的人哦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跟我们一起动一动吧。左点点啊，右点点，双手画圆转圈圈，扭一扭啊，跳一跳，我是健康好宝宝。今天我们要做很好吃的生菜沙拉哦，大小厨师集合。好，准备好了，戴上你的厨师帽。厨师帽戴完要穿什么衣服啊？围裙，很棒哦。做菜之前做什么？一起做菜喽！切切切，切切切，切切切，切什么菜呢？有很多种蔬菜，我们都会一起切进去哦。圆圆的是什么呀？番茄，是番茄。那长长的嘞？青菜，是青菜哦。还有很营养的什么？生菜，生菜。生菜沙拉快要准备好了，所以我们要上什么了？上菜了。中午要吃什么好嘞？小蘑菇姐姐，这几天不是都吃面包的吗？对啊，就是吃面包吃了好多天了，有一点腻了。哎呦，好痛哦，手指头都不能弯，连喝水都这么麻烦，没想到一根手指头受伤，竟然带来了这么多的不方便。小蘑菇姐姐，你吃饭了吗？还没，我还在想可以吃些什么呢。小蘑菇姐姐，我有请妈妈帮你准备一个神奇便当哦。咦，是什么神奇便当啊？小蘑菇姐姐，你先把眼睛闭起来，我们数到时你才可以张开哟。好，那我闭眼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你看，噠噠，是寿司哎。这根寿司用叉子擦就可以吃了。还有红萝卜跟小番茄都切成了丁状，这样子用叉子就可以吃了耶。对啊，你看你看，还有毛豆哦。谢谢善来，
还有谢谢善来的妈妈。小蘑菇姐姐，我也帮你准备了吸管呢，有吸管就不用手拿杯子了耶。谢谢菲菲，你也好体贴哦。小蘑菇姐姐，我还准备了卡片要给你哟。真的吗？干啦。祝小蘑菇姐姐早日康复。谢谢你们，我真的觉得好感动哦。你们这么体贴，小蘑菇姐姐的手一定很快就会好的。小蘑菇姐姐，你快点吃吧。那你们也一起吃哦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有没有体贴过别人呢？你做过哪些体贴别人的事情呢？有时候啊，只要一句关心的话，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动作，就可以让人觉得好温暖，给人很大的快乐哦。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，剪剪贴贴真有趣，资源回收玩创意，洗一洗啊，切一切，双手万能有魔力。今天啊，妈咪要用这骰子来跟你玩一个游戏哦。咦，是要玩什么游戏啊？数字 bingo。听起来很好玩呢，那要准备些什么材料呢？好，那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有格子纸、骰子、名片纸、白板笔。现在请爸爸妈妈和我们一起动手做咯。来，这边啦，妈咪要先请姐姐在这一个纸张上面写1到12。没问题，写一，一个张纸上面写一个数字哦。好，写完之后啊，我们就要拿剪刀来把它剪下来哦。好，那我要剪什么形状的呢？看看你喜欢什么形状咯。咦，这样子啊，那我要来剪一个爱心，试试看哦。爱心。在姐姐剪的时候啊，妈咪要说哦，妈咪这边已经有先做好的1到12的数字卡，为了让游戏玩得更久一点，所以妈咪在上面还是一样有加上护背哦。我剪好了。好，来这边啊，妈咪已经有先做好1到12，小朋友，我们把1到12把它拼出来吧。好，那我来帮忙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完成了。这边呢，妈咪给你一张格子纸。这格子纸上面啊，妈咪也是把它护背起来哦，我们还可以玩很多次哦。咦，来，一支白板笔，妈咪一支白板笔，现在我把1到12写在这格子上面，不用按照顺序，你喜欢写哪里我们就写哪里，开始吧。好，9、10、11、12，完成了。好，现在啊，你两颗骰子，妈咪也两颗骰子。好，你先吧。好的，一到底会数到多少呢？5哎。好，你有把两个加起来吗？有。好，那你加1等于5。那现在你就把五放在你的格子里面。没问题。把五放到五的上面。没错。好，换妈咪。哇，好多、哦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所以我要来选6，把它放在我的格子上面。该我。4，把它找到4在这里。那 Kiki 妈咪要怎么样玩才是获胜啊？全部都满满的，例如说像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全部啊，如果都找到的话，我都把它放在上面。可是如果
我甩了一次，我二已经在上面了，可不可以再拿呢？不行，就不行，就要 pass 过去咯。好，哇，那我知道该怎么玩了，所以我要很快的把所有的数字都甩出来咯。没错，就像这个样子。如果我全部都买了，我就是 bingo。 哇，恭喜 Kiki 妈咪。小蘑菇姐姐，你的手伤好了，又可以吹笛子咯。对啊，手伤好了以后做很多事情都变得很方便哦。小蘑菇姐姐你看，哇，好可爱的鸭鸭哦。你怎么会有这个鸭鸭呢？是公园有人在发，菲菲也在那里排队哦。菲菲，你不是也在那边排队吗？你怎么没有小鸭鸭？我有小鸭鸭。在哪里？我送给别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一个比我小的小朋友，他排了好久好久都没有拿到，他在旁边哭得好伤心呢，所以我就把我的鸭鸭送给他了。那个小朋友一定很开心吧？他一直跟我说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。我们能够体贴别人，别人觉得快乐，自己也会很开心。对呀。菲菲好棒哦，可是这样子你就没有鸭鸭可以玩了耶。没关系呀，菲菲，你可以跟我一起玩。谢谢善来。你们两个都好体贴哦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时时心存好意，身行好事，看到别人因为我们的体贴而开心，自己是不是也变得很快乐呢？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拜拜。